大家好，这里是和田市土夫家清真寺，我是这个清真寺的哈蒂夫卢迪布拉阿卜德伊姆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清真寺的里边。这几年，我们的宗教活动场所真的有了很大的变化。这是我们的厨房，这是我们的精神房和睡众室厕所，这是我们的大礼拜殿。以前我们清真寺的礼拜环境很差。 现在党和政府为我们修建了精神房和睡众室厕所，海给里面装了电脑、空调、饮水机，我们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你们看好不好看？我作为一名爱国宗教人士，可以拍着胸口说，我们国家的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，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，都脱了贫过上了好日子。